大家好，我是艾菲尔，为您播报6月3号、4号、5号，也就是周末以及礼拜一的最新运势。这一周呢，好运星座我们要恭喜的是射手座的朋友，心情愉快，适合逛街旅行啊，抽的大奖。天蝎座的朋友呢，这个周末参加喜宴，沾沾喜气，好事成双。金牛座的朋友呢，这个周末喝杯咖啡，看部电影的漫活的人生非常愉快。两名星座在这个周末特别小心，天秤座的朋友呢是爱情吵架分手边缘，狮子座的朋友这个周末违规停车小心受罚。各星座呢这个周末的幸运数字及幸运颜色，火象星座请用红色数字2，土象星座请用银色数字5，风象星座请用金色数字9，水象星座请用白色数字。